花了20000块钱买了60-70个快递，我朋友他们说我买的东西奇葩，我不服，我就不信只有我会买这些东西。又是奇葩。我是倩哥，我是购物狂魔倩哥。最近我的化妆课程不是结束了，本来想着10点前，哎，再去报个班，再进修这样。然后双十一我想好了，一分钱不花，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啊，20000块钱就买了这些玩意儿，买都买了，我们就拆吧，拆吧。本次视频全程无广，无广，还没录呢，就垮了，豆腐渣工程。我也是记他吗？就是大家吐我比较多的自制冷清，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大了，我感觉啊，就我可能都 hold 不住，这更 hold 不住了。就是我在教室薅的羊毛，就是教室的这个琥珀唇釉，我就是冲着外包装的颜色买的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，看着就很显白的颜色，觉得上去是蛮好看的，有没有觉得非常秋冬啊？立马我人都白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唇刷不是很好涂，它有点糙，然后有点涂不匀。哇，我怎么感觉这只不太好的样子，这只是双糖长泥，哇，太浓郁了，就感觉太红了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hold 住啊。哦，哇，我感觉我 hold 不住它了，怎么办？大家看一下啊，我选的这只，我要看一下，订单详情，我不是这样子的，这不是我的 style。说实话，这只显不显白，显白，但是我觉得除了万圣节我会想到涂它，其他时候我是不会涂这个颜色的。姐妹们，它涂出来是这个样子的，好像差别也没有特别大哦。但是你颜色我怎么和我涂出来不一样？反正我觉得挺后妈的这个事儿。卢光就买啥了？这是我买的编织包，然后它全涂成这个样子，白雪公主编织包，大家请把啊心灵手巧打在公屏上。骗你的，我根本就不信你手巧。你这人就是欠揍，一顿炮给你闷的，你就好了。这一箱买的是那个他装他家的 Pink Baby 的眼影，然后最近他家好像说是闭店了，不准备做了，然后就买了2排眼影。哎呀妈呀，都是特别显色的这种显色度的眼影，我觉得眨面舞会好很多。这一盘的配色我很喜欢，尤其是这一块的处女，它有一个金闪，然后有一个墨绿色，都不是常见的配色。这个粉质我刚揉了一下，我觉得粉质还可以，反正就是不是新手能用的眼影盘了啊，欧米伽的眼影。好，现在我们开的这个是这个牌子叫做深夜幻境的小裙裙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他们说就是买裙子，你就把这个裤腰围在你的脖子上面，能围在你脖子上的话，就说明能穿。99千哥包，快帮千哥选一选，哪一条比较好看？喜欢的你们就扣个一，扣个一。我比较喜欢深格子的，然后我喜欢黑白的，但是它这个黑也不是特别黑，大家能看到啊，有一丢丢泛蓝的，我身上的这个黑啊、有明显的区别。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绿格的，我觉得我之前也买了中台的，是因为我穿不了，而不是因为花我不喜欢，有一点太深沉的。然后这个蓝的话，我觉得我穿不出这种清清爽爽的感觉来。我们接着往下拆，然后这个是完美日记他家给我寄的 PR 包，一个包包，然后这样翻开，哇，我觉得好喜欢呀，它里面这些颜色应该是最火的，就这种张旭，然后我分担一下。接下来和大家说的是花王的乐儿雅卫生巾，准又养女人从乐儿雅开始。这个我呢一次经期大概用到5-8包卫生巾，就量很大，所以卫生巾我都是常年囤啊，只要有活动我就买，然后两份齐买。那这个花纹的卫生巾呢用就是很干爽，该侧漏还是会侧漏，只是侧漏的没那么多啊，所以我很喜欢。每年6/8、11/12双十二啊，必囤榜物，榜单一定有它。每年我必囤就是这个泡乐齿的牙膏，然后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就是发了好几个包裹给我，就是这个蜜桃味的泡乐齿的牙膏，我觉得很好用，这个就每年我都会买，只要是冲着11和6/8我都买。刚刚打开的时候路北也吓一跳，他说倩哥你是每天换一把吗？买那么多牙刷。因为我有智齿，我的智齿一直没去拔，尤其是我的左侧它有那个盲袋，经常会吃东西卡在里面，很容易发炎，而且很难受。一般的牙刷因为刷头太大毛太硬又刷不到后面，所以我就会买这个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哦，这个是黑灯给我寄的 PR 包，就黑灯的 PR， 他看到我的那个铁皮筋，然后发现我把钙输入大铁皮了，他说倩哥倩哥我给你续上，要得不？我说要给要给要得，不要白不要是吧？其实我自己后面就补上了，他又给我续上，续上的我们就让倩妹来和我分担啊。哦，这一箱呢是我买的鞋子，我买的安踏的小黑鞋，今年我就特别想穿这种小黑鞋，然后我自己买了一双耐克的，然后我最近又买了一双安踏的，我试了一下，我觉得安踏这个穿起来还挺舒服的，现在我们就上脚穿，我还要试一试。这一双是路北买给我的菲乐，他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，我想试一下他家有啥区别，因为菲乐和安踏是一家的啊，一个妈生的。左边是菲乐的这一款，然后右边是安踏，
我觉得从气势上面，安踏的这一双啊，没有飞乐的好看，实话。但是舒适度上面来说，我觉得安踏会更好一些。下来买的是这个澳本的眼影，之前我不是很纠结嘛，让大家帮我选选哪一盘。然后到手以后呢，我就觉得啊，像这一盘啊，大家推荐我买，我觉得到手以后我就觉得没买的必要。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配色是没办法画完整的妆的，像这种颜色太淡了，太淡了，没办法独立成妆。之前在这两盘纠结的时候，我可能主观臆断的话，我会更想买这一盘，因为这一盘的粉质大家也能看到啊。它里面有纵深，你是可以画一个妆的。有关外澳本眼影盘的，倩哥给大家划成量，就不值得买，不推荐买。它这一盘好像卖70多80块钱，我觉得它性价比不高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大玩意儿，大玩意儿，续命神器啊，油头倩哥就靠它了。单瓶他家的身体乳，身体乳。在这儿呢，我们再次感谢科布品牌爸爸，因为这是他们家送给我的身体乳啊，两位千妹和我分担一下。接着往下拆，往下搓。大头倩哥戴上怎么样？因为我想给大家拍一些啊不一样的妆面啊什么的，然后买了这种阳刚帽戴上看一下，还行，我觉得好看吧，就有那种酷酷的感觉啊。但是这个帽子我觉得我只适合在重庆戴，过几天要去深圳的，我觉得去深圳的话就可能用不了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贝雷帽，哇，这个贝雷帽，我觉得它好大，我买的焦糖色的，我感觉啊，焦糖色就特别有冬天的感觉。有点太扁了，是我打的不对吗？我觉得我在贝雷帽克还是好看的人啊，我感觉我好像戴不出魔怔这个味儿来啊，差不多是这样。然后这一袋是我买的果壳，我准备送阿南礼物，然后我就买了两双这种鞋子，然后这种绵绵鞋大家看多可爱，美少女战士。我觉得冬天就要暖乎乎的，从头到脚都要暖乎乎的。然后我就和阿南一双我一身。接下来这一单呢，是我买的垃圾袋，我买了1000个垃圾袋。就双十一之前，我和我朋友就看自己的购物车嘛，然后买了一些什么东西。我朋友说，哎，你是开家的公司吧？1000只垃圾袋，我觉得也还好吧。就是我去取包裹的时候，取包裹的那个姐姐都震惊了，她说我以为啊，你顺丰买的东西都是什么很贵的东西，结果是垃圾袋。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嘛，1000只也不过就这一点嘛。啊，这个是我买的那个Natasha的眼影盘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上面是 Romand 的，下面是 Natasha。然后我又再对比了一下和 Romand 的颜色，那 Natasha 的这盘如果没有到手呢，我真的会觉得它和 Romand 就可以画等号了。到手以后还是有蛮大区别的，尤其是 Romand 03这一盘。那我个人觉得啊，粉质上面的 Natasha 会好很多，摸起来绵密很多。但是粉质珠光上面搭配，我更喜欢 Romand 的，这里面全都是金属珠光色，金属珠光色不好画的，画不好你的妆就完全毁了，你得卸了重新再来一遍。然后点涂的话一定要扫。我觉得这盘我再用看看吧啊，我自己的预估就是我可能不太能驾驭住它。我来看一下啊，我买了一条打底裤，这个打底裤好像挺便宜的，就30多块钱，看看质量好不好，感觉还可以，就不知道穿上怎么样的。就这种打底裤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就怕它开刀。因为庆哥我是苹果型身材，然后我就胸大腿大，然后我的腿呢看起来没那么粗，但是大腿内侧巨粗，走路都是这样走的，就特别磨裆。然后像这种裤子中间要不了多久就坏了，就不知道它这个能撑多久啊。这个没穿不知道啊，你穿一段时间才知道啊，就先放着吧，反正拿起来啊，这30多块钱还是蛮值得的样子。这箱还是完美日记的，这箱里面有完美日记的氨基酸卸妆巾，我刚刚卸妆也有在用它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用，这是完美日记和 Discovery 联名的盘子。这两盘我是准备送给我朋友的，就前段时间我准备去成都玩嘛，然后准备送给他，结果成都发生疫情了没去成。上面还有完美日记和倪佳琦合作的粉饼，这个粉饼我自己是挺喜欢的，大家看一下，它是金色的羽毛，然后里面还有粉扑，这个我很喜欢。就是如果大家还没有买秋冬用的补妆粉饼的话，这个我还是蛮安利的，因为我觉得它性价比很高。天黑了，光线也不好，都成干饭了。再再不积极，态度有问题。如果大家还想看开箱的下集，点赞过3000啊，倩哥给大家安排上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就到。